夫君，我觉得呢，老岛主并不是心里没有你们，他呢，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你们。有时候啊，爱不一定要说出口的，那些没说出口的爱反而会更加深刻呢。老岛主很爱你，我也很爱你。你说的是爱我吗？别吓我！福一，究竟什么情况？回禀岛主，我刚刚给夫人号过脉，发现夫人脉搏非常虚弱，恐怕夫人时日无多了。这段时间，岛主切勿行房事。我怕会刺激到夫人，加重夫人病情，属下定会竭尽全力吊住夫人性命。此事务必瞒着玉儿。是。
不容易等你喜欢上我，你就要离开我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欠我一个处罚？我罚你好好活下去，别我天天烦着，闹着。月儿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就当我求你。月儿，你醒了。夫君，你不会就这么看了我一个晚上吧？哦，对了，我昨天晚上是不是晕过去了？是不是我的病？没什么。福一说，你只是累着了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自己快死了呢。哎呦，都这个时辰了，我得赶紧上工去。月儿，嗯，今天不去了好不好？花间阁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，不如我们找一片安静的地方一起游山玩水。怎么会没有什么事情呢？最近都在忙着上贡菜，花间阁都快忙死了。夫君，你可不能玩物丧志哦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赶紧去上工，晚了又得挨顿说。月儿，走了啊。月儿，多管事。按规矩，凉菜由新来的掌勺做，您打算怎么安排？这个拍黄瓜比较简单好做，交给应荣做。是。其余的我都安排好了。那李云月该做什么？李云月，这个李云月在初选会上得罪了岛主，事后岛主一直不待见他，而岛主和杜上司听闻关系素来不睦，一派是岛主，一派是杜上司，那我当然选岛主了。李云月，就好自为之吧。